哇，对对的，信誉有限公司，文南西街呢度巨铺啊，合共讲紧系建筑面积6,941尺，四全成交咗7,300万。好，望住呢度就成交咗7,300万，咁啊地铺一楼加地库啊吓。咁日頭嘅相嘅時候開咗門，你見到噶啦。咁呢個就盤子啦，所以資料你都見到。咁就講緊係呢個位置圖啦，咁同埋呢個圖蹟、地鋪圖蹟、地庫圖蹟同埋一樓嘅圖蹟。買家4,500万買咗側邊，成交比較全棟啦。呢個投資者買入，識唔識讀佢姓乜？7,300万。今個禮拜星期二三，商務經濟日進雜誌，掟出嚟聽聽，同你再講。由2016年基金成立起，成为商铺基金买卖的优质铺位，至今已经买入131间街铺，卖出63间，涉资33.04亿。我们现正举办第三季集资讲座，欢迎报名。文南西街后面这间铺买家是识唔识读？我都不识读，我找了我才知道你是这样读。庚柱林买入这里，文南西街信誉有限公司地铺一楼连地库加埋天台，合共总面积就讲系6,941尺，成交咗市全7,300万，未注册啊！经纪写晒出嚟啦，个买家叫做庚柱林，话少唔系咩秘密嘢啦，同你讲埋啦。嗰边咧，文南西街嘅时候咧，都话佢买入噶，咁啊，我冇证据啊。文南西街嗰阵时候话4,000几万，又话7,000几万全栋，咁啊，唔知边个睇注册啦。咁啊，个信誉有限公司应承龙大厦先，呢度讲啊地铺。建筑面积2,467尺，地库2,502尺，一楼1,632尺，天台340尺，加埋6,941尺。咁啊，嗰个嘅门宽大概20尺，深就大概系60尺到啦。咁啊，个租啊就做咗好多年噶啦，以我所知道。咁就原本业主90年嘅时候10,600万买入嚟啊，我唔敢肯定个租系咪个业主啊，但好多时呢段咧，呢个租客都系个业主嚟嘅，租客都系业主，咁需要分分钟呢个系租客自用，唔敢肯定。三大优势咧，始终咧面积够大，佢个尺价嘅时候咧，讲紧系10,500元，够晒平啦，地铺想点啊？二嘅时候咧，呢啲始终咧做新农海味咧好稳定嘅，咁一般都好少执笠嘅，咁一做做几代添，咁所以租客咧嗰啲承租能力都比较强啲。咁啊三，始终呢个中上环你想点啊？咁大家门面有款，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嘅时候咧，银码一大，通常呢啲咧易入难出，同埋海味段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啲人咧都系就即系咯，都系啲租客咯买嚟自用多咯，咁投资者会比较少啲。咁同埋呢度你睇到你而家日頭即係晏晝啦，而家5:30嘅時候好靜好靜，人流唔算多。咁但係呢啲位咧，通常都係前面泊低架車上落貨，咁好方便咯，明嘅。真係做開呢行嘅時候好中意買咯，所以感覺咯，5分蝕，10分招損，1分收手。再影多次神龍大廈啦，咁呢棟嘅市場就都感覺一個6.5分位嚟嘅，唔差嘅。咁啊，仲銀碼大啲，今次比較難得手啲，但係就 OK 嘅。市況好翻啲嘅時候，咁大銀碼面積嘅時候，一萬頭鬆啲，幾好投資選擇。恭喜啊，庚！恭喜恭喜！好，望住呢度就成交咗7,300万，咁啊地铺一楼加地库啊吓，咁日头嘅相嘅时候开咗门，你见到噶啦，咁呢个就盘子啦，所以资料你都见到，咁就讲紧系呢个位置图啦，咁同埋呢个图蹟、地铺图蹟、地库图蹟同埋一楼嘅图蹟，买家4,500万买咗侧边，成交比较全栋啦。